Hello， 各位学员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电竞表演节，我斯文佳丽，从箱底里爬出来了，哈哈哈！自从那个鬼死神出来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什么机会出场了。今天我终于爬出来了，还顺手把那个家伙的镰刀给偷出来了。今天我才是主角，看看这边是哪个小可爱啊？调香师还直接上车了，那算了，那我去找二号站台了。哟，机械师啊！可以可以，这一次运气不错。吃我无人，哇，太久没提刀了，感觉这手感不行啊。这一刀就打回来了，今天你就是我斯文家里的开门红了，你转点，让你转。看我无情无刃，哟，看来真的是我提不动刀了，这无刃打不到，我还有实体刀呢，对吧？好了，你可以叫你娃娃出来了，走，带你去找你的娃娃。嘿嘿，铁头娃走好，把机械师挂上椅子。起点站还有人，过去看看是哪个小家伙。哎呦，怎么又是你这个调香师啊？无情无刃。哟，这个香水玩的不错嘛。好了，打一刀就要回去了，佣兵应该差不多时间要来救人了。可以，一切把握的刚刚好。喂，你们两个想怎么跑啊？我去，居然接大井盖。大哥大哥，给个机会啊喂。哇，这一波还没打出双刀，完了。机械师直接跑了，我居然还打中了机械师，不行，佣兵这一刀是肯定要打的。打完直接传送，人呢？在哪儿啊？看我不打死你们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两个人保护一个，我还就不信了，这你保护得了？你还砸板子，想砸就让你砸，想挡刀就让你挡，我就不信了，我今天打不死你这个机械师。来，让你跑，祭司应该去补电机了，剩下个佣兵在这里保护机械师。这个位置可以啊，双刀，两个都得死。刚机械师好像过半秒救的，这一波应该可以直接带走，还通缉到了佣兵，这一波你死定了，直接把佣兵挂上椅子。哟，小祭司，修电机呢？别修了，最后一台电机了，给我点机会嘛，先把他身上的洞消耗掉，你钻我也钻。哟，你还套路我。我去，我为什么传送啊？就这么两步路。调香师把佣兵偷了，那就先守电机。这调香师手速还是挺快的，反正这最后一台电机我是不会给你们机会的，先过来把佣兵打趴下。来来，你走，吃我一把无刃。好了，让佣兵躺着，我又回来守电机了。来啊，你们开啊，怎么想扛一刀再开？别想了，我只会甩无刃的，一会儿谁开我就带走谁。祭司去摸佣兵了，没事，随便摸，我就不信了，你有本事你就开。拖时间我也不怕，我刚好可以等一下传送的 CD， 反正我一会儿直接一刀斩，肯定可以带走一个的。你这香水用的还可以啊，不过现在没香水了吧，赶紧开啊，我 CD 差不多了，等我无刃好了，你能不能开可就不一定了。对嘛，谁开我打谁。佣兵机械师往极点大门去了，走，过去看看。祭司还想来偷人，你以为你有薄命了不起啊？这个动物是没什么办法了，但是我可以锤你啊。这个距离你是不可能跑到大门的，小香香别跑。哎呀，刚刚那个洞没打太可惜了，算了，直接传送大门。那个门没开呢，你不是炸了？吃我一刀，小家伙别挣扎了，这门你开不了了，直接挂佣兵，回头找一下祭司，这把居然可以三杀，祭司又自愈起来了，先换一个狗预防万一，我就不信了，这你能跑得掉？还玩滑梯下来，口无情无刃。哇，这个祭司很细啊，不过还是没有什么用啊，这你还能溜到大门，这旺财的 CD 也太久了，要不然我还能咬一波调香师。今天好不容易从箱子里爬出来，还拿了一场胜利，也不枉为一番美谈。最后我只想再说一句话，我斯文佳丽，打钱。